赞都给我赞一下哦。哦，还有设置通知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嘿，基尼达基尼奥，今天呢基尼来惠儿乐玩喽。好，里面呢有为自己制作惠儿乐等各种各样的体验馆，朋友们是不是非常好奇？那么好，基尼一起快乐的出发吧， go go go， 呀呼。朋友们，这样买完票进来的话呢，加赞，袋子里面有硬币，这个硬币非常特别，朋友们，上面有惠儿乐的图案，好可爱的硬币哟，应该是让基尼拿着这个硬币去体验馆玩吧。那么基尼要去二楼喽。朋友们，基尼来体验的第一个体验馆是制作上面刻着基尼的名字的惠儿乐哟。看这里有五颜六色的惠儿乐呢，这边是红色的，粉色，基尼喜欢的粉红色在这里，这边是绿色，在这里基尼呢，紫色，基尼就要这个紫色，这个好漂亮。那么基尼把刚才拿到的硬币投进去，上面好像可以刻上图案呢。哇，王冠，王冠正是基尼的专属标志吧，好棒，请在这里写下你的名字吧。那么黑基尼打印。哇哇哇，大赞，快看看朋友们，基尼喜欢的紫色还有刻着基尼名字和王冠的贴纸出来了，应该把它这样包起来吧，快过来朋友们。Hello， 好，贴纸摘下来，这样放在上面。好的，哇，贴上去了。接下来呢，这样放上去之后，抓住把手往下拉。哇，加赞，好棒！上面写着黑吉尼吧，朋友们。那么吉尼现在就去那边喽。朋友们，接下来基尼来体验的游戏呢，涂上基尼的漂亮脸蛋的涂色本，就是这样的，朋友们。那么基尼来拍一张万圣节风格的，哇，棒棒的，打印，哇，应该是从这里出来，哇，大赞，哇，超级赞的哟！基尼再想拍一张哦，哈哈哈哈，打印，加针，惠儿乐和基尼在一起跳舞呢，朋友们，美极了吧，好棒，那么就去那边看看喽。朋友们快看这里，惠儿乐蜡笔非常非常多哟，基尼刚才拍出来的这张照片就在这里可以画画的，不过除了这个以外，因为是万圣节，这里有超级超级多的万圣节风格的惠儿乐图案呢。好吧，那么请你来涂一涂这张可爱的图画。加赞完成。是把这视频保存下来发到基尼的邮箱里的，基尼像这样踩上去，基尼出现了，哇哈，好的好的，成功发到邮箱里了，朋友们，
朋友们，这次呢，吉尼来把吉尼亲自涂色的惠儿乐投放到屏幕上面呢，那么一起看看吧。首先选一下图，因为是宇宙，点击宇宙，挑选颜色。哇，完成了 ，Go！ 要闪亮闪亮的。哦，找找看，朋友们，吉尼都在这里。哦，就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好神奇！快看看，看看，朋友们，疯狂放射星星飞越天空哦！吉尼果然是吉尼哦，星星棒棒，棒棒，棒棒棒棒。朋友们，吉尼把纸币换成硬币的理由就是棒棒，就是为了玩抓娃娃游戏。那么吉尼第一次在美国挑战的抓娃娃游戏究竟能不能抓到，先投入硬币。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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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就是按钮，按住去抓。 Nope、有两种哦，这个是蝴蝶形状的，这个是昆虫形状的哟。吉尼这次来涂一涂蝴蝶形状的图画吧。好，涂完了之后呢，沿着这条线摘下来哟。把吉尼制作的这两个蝴蝶一起贴上去，这样蝴蝶形状的图画完成了。把吉尼做出来的蝴蝶放在这上面，让它跳舞吧。吉尼认真涂色的蝴蝶就在这里了，究竟看看蝴蝶是怎么跳的。节奏疯狂地跳舞吧！哇，还能跳转一圈！呜，哈哈哈哈，跳转一圈，是不是超级神奇哦？哇，原来是个很会跳舞的快乐蝴蝶哟！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吉尼把惠儿乐放到模具里，制作出漂亮的惠儿乐形状哟。朋友们需要在这里挑选一种喜欢的颜色呢，刚刚做了紫色的蜡笔，这次选这个颜色吧。吉尼拿着这个制作海马形状的惠儿乐哟，这样放到里面，把门这样关上之后，吉尼挑选的惠儿乐正在融化呢，马上要变成海马形状了。像这样，吉尼的海马惠儿乐成功完成喽！朋友们，吉尼会把这两种融化之后制作出漂亮的形状哟。哇，朋友们，在融化的同时出现了漂亮的形状。好的，呜、哦、哇，简直美极了！接下来呢，继续放入第二种颜色哟。
这样放进去，把门关上之后，又开始转动了，这次会摇出亮黄色哟。快似的，哇，颜色越来越明显了，哇，好像是橘色。好了，哇哦，哇哦，作品名称《基尼的向日葵》。朋友们，接下来基尼要体验一下夏威尔乐园的地方。叮，哇，快看看朋友们，叮，叮。好神奇呢！好好玩，朋友们。那么现在开始，基尼在这紫色的惠儿乐矿山开采宝石窑。看这里，朋友们，水从上面流下来了。看这里，基尼来，把这些泥土像这样倒进去之后，呜。接下来把这个放进水里，像这样冲洗的话，这里面呢，朋友们会出现宝石的油。好，那么请你来试试看喽。这样，哇、哦，看看被水湿浸了。哇，快看看，超级好看的宝石，好棒！赞，应该差不多了呢。那么。拿出基尼带来的袋子，把基尼的宝石装进去看一看吧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哦，是不是？放进里面，就这样。好，全都装进去，这个不要了。喳喳，朋友们，这里有惠儿乐制造工厂，在这里可以亲眼看到惠儿乐制造的全过程哦。那么，朋友们也一起看看吧。朋友们在这里面放入制作惠儿乐的溶液，就这样呢放进去，这个桶呢非常非常烫的，朋友们应该是把这个放进那边的，听说那个蜡笔是真的有，朋友们快看看这里，哇，超级大的蜡笔哦，用这个蜡笔可以直接画画，不过这个还是要放到那里的，朋友们，油蜡粘土颜料，这样一共分成三个部分呢，应该是把这个放到这里的。嗯，朋友们看看，快看那边有超级多的蜡笔呢，在这蜡笔上面贴上贴纸的话，就这样贴有惠儿乐贴纸的蜡笔成功完成喽。好，那么最后呢需要包装哦，朋友们看这边有四种颜色的蜡笔哦，把箱子放在上面之后，把这些四个蜡笔推进去，蜡笔就会进到箱子里了，这四种蜡笔颜色就出来了，朋友们。哇，哦，好神奇呢，鼓掌。朋友们，今天最后来到的地方就是纪念品商店了，今天去逛逛有哪些漂亮的东西吧。粉红粉红粉红惠儿乐，就这个。哇，基尼喜欢的软糖和饼干超级超级多哟！哇，快看这里，棒球形状的哟，好多呢，颜色也超级多哟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，好看吗？好看好看。呀，嘿嘿嘿，朋友们，这个是存钱罐。从小开始要养成存钱的好习惯哦！啊，哇，看朋友们，这里面装满了积木，应该是玩积木游戏的吧？好大的蜡笔哦！朋友们，这里呢，所有的惠儿乐颜色都聚在一起了，朋友们想要的颜色可以在这里挑选购买哟，颜色好多呢。
好，今天呢，基尼来惠儿乐开心的玩了玩，朋友们觉得怎么样？玩得开心吗？那么基尼下次会带大家去更有趣的地方哦。